大家好，我是以球战里25和 45K 速效卡包，出了一个附体卡的中场，德甲所务95的数值成本在10多万吧，四花五逆，出了一脚右脚184的身高，高高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偏瘦，94的速度，94的控球，射门有90，防守91，传球95，耐力99，非常全面一张卡。Inception 也说这张卡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可以踢后腰，也可以踢 box box 中场，而且前两天任务不是给了一个瑞士的右边后卫吗？也是德甲的，正好有非常好的连线，还是可以考虑做一张的。再有就是常规的周四的大比拼了，要求和以往的档次差不多，群组奖励是一个可交易的闪卡全员包，金银各半。好了，就是以上啊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